Hello， 今日就去咗锦上路睇下羊驼。首先咧就去到锦上路站 A 出口，我哋会喺地盤旁边嘅路穿过去。沿途其实都会有指示。穿过埋呢条隧道就转咗，就会见到一堆黄色车胎，上面仲种咗菠萝。咁我再行前多阵咧就到啦。成人入场费咧就150，小童就100。如果想喂羊驼就要再加多60。呢个就喺场内唔同地方吸引换小礼物。代币咧就系用嚟夹公仔，一个夹1次。有锁匙扣一阵就可以印啲图案上去。呢个祈福牌就俾你写下嘢咁咯，同埋呢张就可以换饲料。喺入口度咧就好多人挂咗祈福牌，仲有啲山羊啊同兔仔。如果想喂都系可以买饲料嘅。动物就唔算太多。不过小朋友见到都应该会觉得挺特别嘅。之后就去找草泥马啦，即是羊驼。前面大家围住嗰边咧就系啦。网上见之前就喂干草，今日佢就系喂红萝卜。佢哋一见你拎住咧，就会想走埋嚟食。就咁放喺手度咧，佢哋就会食噶。可以摸下佢哋个头啊，啲毛都好软。不过就唔好企喺佢哋身后边。呢度有4隻草泥马，2男2女。呢只不停咁食嘢嘅就系男仔嚟嘅，叫卫成仔。我手上啲萝卜差唔多俾佢食晒。呢只咧叫棉花糖，谂住喂下其他啦，点知喂食者又仲想食。左边呢只咧就叫雪米子，啡色呢只咧就叫咖啡哥，啲名就写晒喺佢哋颈上面嘅牌嘅。睇下喂唔喂到其他先。只要佢见到拎住食物咧，佢就好热情咁走过嚟啦。女仔咧会比较温顺，想合照就易啲。
似我哋系喺平日嘅，假日就应该会比较多人。虽然得四隻咧，比国外牧场养嘅少好多，不过呢度唔使旅游咧，喺香港就可以睇到佢哋啦。在原来呢还有其他设施给小朋友玩，有沙池啊、弹床之类。原来呢还有很多农作物，这一片呢就种了菜和茄子。呢度就种咗青瓜，粟米都有啊。而呢边咧就啲菠萝面。又是一个给小朋友玩的地方。在入场的时候有个锁匙扣，就是在这里 DIY 的了。有工具呢给你印些图案上去，有几款可以选择。今次就引到呢只，又差不多行完啦。而家就翻返门口咧，用个袋带嚟夹公仔，同埋咧仲有间士多可以买嘢食啊，或者买啲草泥马产品。今次又行完了。